次见你的时候，觉得你像一个冰块，脸是冷的，心也是冷。这个好毒，绝非善良，以后离他远点，不要靠近。然后我就很害怕你。你放开！不敢，也不想给你有一点点的亲近。你一直都这么冰冷吗？不会笑。再后来，一对长歌，又是要打又是要杀，抓长歌就这么重要吗？我就更加的讨厌你。我想我是想错了，你不是心冷，你是根本就没有心。我觉得你是个没有感情、没有思想、没有心的提线木偶。可是我从北京一路逃难到洛阳，是你救了我。公主，我带你回家。你抱着我说带我回家的那一刻，我就不怕你，后来反而还越来越依赖你，开始慢慢的感觉到你的心是暖的。只有跟你待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才觉得很安心、很自在。我也不怪你对了。其实你是个好人，但你太喜欢隐藏自己的情绪，你总是在为难自己、满足别人。还有我，今日在擂台上，我看到你一次次的被打倒，我真的很害怕，因为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。我一想到我再也见不到你，我就不要那么说了，不好疼，不好疼了，我认命了，可以了。你不许认命。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为何要上擂台？上擂台是不想看到你伤心，也想为我自己争取。争取什么？姐，我是作为事物保护，可是以后。以后什么？以后我作为资金保护你。你要当心一些，若是有不好落下病根，以后要怎么保护我？可你会明白我对你的永世不变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的结发妻子了，我们二人不离不弃，至死相守。别很甜，从今以后我不会让你离开我半步。我现在一点都不担心，因为现在你也娘子真的不可能，我还是帮你吧。如果以后你是听我的话还是听阿耶的话？不，六爷，我以为我又把你弄丢了。怎么会啊，我知道你一定能找到我的。我一定好好照顾公主，不是因为她是公主，是因为